我你讲有一回，正当碰过身体无爽快，准备要进入这个病院来做检查的时阵，有一名护士就要求碰过脱裤来擦过。当场时，碰过问讲：“哎呀，拍死我，敢袂使吼？卖全部脱落来。”一名护士回答讲：“免全都。”免全部脱落来，只给他脱到这脚头骨才就好咯。讲位脚掌擦的时阵啊，咱人家讲，你敢会帮我签名？不是在說你，你來口罩上。我來說這個穿白袍的人，是因為我們今天要來介紹正是一個護士的故事嗎？你這個不思議說幾半天，原來你就是要叫我說那種醫生跟護士在診療台上，然後從腳到手都綁綁起來的故事，對不對？尖頭尖頭，對不對？我尖頭的，我尖頭的。你们那假先啊！你入去录音带店，拢讲会投给我看尖头。A 片了，系啊。来大口仔，大口。A 片，半岛爱。你也头做笑呢？老伙仔参详一下好不好？今天卖个跳好不好？那你，我不是听风，因为头拄仔无带无钱吼，啊，就叫因去买迄落什么玉米浓汤啊，正好食，我灌三杯落去。啊，头仔在跳的时阵，我都感觉玉米浓汤要出来，要出来呢。好啦，你敢没有好好啊讲故事，拜托。好啦好啦，我好好讲啊，啊来来来，真正。是哩。卖个跳，我都好好啊讲啊！讲到了这个护士，正是咱碰过心目中的最痛。为你讲有一回，正当碰过身体无爽快，准备要进入这个病院来做检查的时阵，有一名护士就要求碰过脱裤来擦过。当场时，碰过问讲：“拍死我，敢袂使吼？卖全部脱落来。”一名护士回答讲：“免全都。”免全部脱落来，只给他脱到这脚头骨才就好咯。笑死人！这全部脱下，甲脱到脚头骨的所在，敢有啥物无共款？笑死人，笑死人！这代志有啥物好笑的？当然也有啊！你想看卖啊？一个五十几岁知名艺人，竟然去病院脱裤给人看，看脚掌，这不是一件真好笑的代志吗？哎，何师傅，你讲位脚掌擦的时阵啊，咱人家讲，你敢会帮我签名？哎，今天龙家家都卖了卖了，喂喂喂，我个人想，你这敢无影？你才说提人的脚掌，不是提人的这物件出来讲。是啊，啊！你事实嘛，事实讲起，咱要去卖硬球啊！你讲啦，你敢唔捌听人伫咧讲吼啊？脚床加减看，较硬，食袂配米线。这是护士是白衣天使呢，对，因为因咧工作每一工伫咧病院帮助医生照顾这病人，所以讲这种行业是非常新鲜的呢。是啊。就因为如此，所以呢，真侪人为着要来歌颂这个护士，哎，这个伟大，便因此做了一首真好听的护士之歌。这个歌是安尼唱的：护士哪会输袂停，哪会输袂停，护士哪会输袂停，哪会输袂停啊！啊！你别拖了啊！你那是树刷呗？哎呀，好树好树啊呢！哎，那卖想起啦。不讲正经的，真的。在你印象当中啦，吼，这个好树根本遐粗俗哟。哎，拜托，卖给我害哦！我绝对无这个意思哦。吼，当然嘛，不是。我伫个讲哦，在这个世界上呢，这个这么侪好树当中，就曾经出现了一个呢，身体善良，慈悲为怀。后来呢，一个曾经呢，去到这个英国的女皇召见伟大人物，伊不是别人，正是人人拢所尊敬的南丁格尔啊。
你就好好啊讲，我就知影讲我所了解咱的贵宝妹妹，绝对不是伊讲安尼无知识兼无水准，无卫生兼无教养，无家教都无内容，无爸无母，无囝无儿，无大无细，无臭无。喂！你是美刷阿伯啊？对啦，我都美，总是讲啊，妈，你个大家水平之类。这南丁格尔为什么？哎，欧巴桑，欧巴桑，欧巴桑，哎，养那多拢刮噪，你什么意思？欧巴桑，好啦，加啦，来，灌一罐来啉者。啊，你阿哩，过来啦，你知影我上爱啉咩？有诶，我用果粒，关是干哪啉啦？用落多啦，用落多，你唔关贵的。嘿啦，你贪阮农业啊？你关关起啊？来，你都无意思啊！进来，你先去休困。你我啉不完，我再提落啊。无影啦，无要啉。来，关关起啊！来啦，来。下面呢，啊，由咱欧巴桑来唱一条《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》来，老师。那想起保重，汗水就流落来。妈妈保重，牵挂一切，你放心，我的阿母。请你领导，他领导。人家是伊的工作，你怎么是敢叫他们种啊？你讲来讲去，讲告输啦。哦，总是你讲者，迄欧巴桑不是啊？喂，你讲者，南丁格尔是安来变作一个人人尊敬的大人物呢？是的。威迪公爵的南丁格尔出生在这个英国。伊的老爸乃是一个真有学问、甲知识的科学家，伊毋是别人，正是南宫博士啊！别笑，我讲你科学小飞侠的南宫博士。科学小飞侠是伊的厝边，而且呢，因为呢，咱只南丁格尔伊的兄弟姊妹呢，总共有四个，所以呢，一般人呢就称呼因合作南方四剑客啊。别听你讲卡通。那是讲南丁格尔是安怎变好事？未使讲卡通哟，啊，你咪头头讲碰过的卡仓。喂，好事。哦，是。为你讲，咱这个南丁格尔自细汉心肝都非常的善良，尤其呢，伊在生洋娃娃的时阵，伊就定来甲家己当作是这个好事同款。不但呢，会帮这个洋娃娃来看病、牛刀尖，三不五时会替因来开刀挂毛肠啊。啊，这么恐怖？是啊，你后来呢？后来，伊大汉了后。那是看到呢路边有一挂受伤的这个狗啊，还是猫啊，伊就会呢将因来抹转去厝的，而且呢帮因洗身躯，搁解空嘴来抹药水，真济动物都因此去而弄弄死。没，就医好了后，后来也动不动医好了后，所以常常这南丁哥都徛因到树啊顶，大喊一声：“哎呀！”遐动不动转来，那是泰山。什么呢？泰山是咧洪都拉斯因到附近呀。不是啦，南丁格尔啦。哦，南丁格尔。所以讲后来南丁格尔变成好事，就因为自细汉伊就立下志愿就丢了。是的，这个故事发生在迄一年，因为呢，这个苏联想要来侵占这个土耳其，所以呢便派出了大军入去。这个英国跟法国因为呢看不惯这款的行为，所以嘛派出这个军队来支援。双方人马在这个克里米亚这个所在呢，烧到了一场轰轰变成的战争，演出开始喽。苏联派出了战机，快点，英国过来，快点吧！英国过来，苏联的，快点，英国过来啊！来，南丁格尔伊一段人仔来，甲大家感谢，祝福大家幼年迎大运。你的頭髮也叫他，你怎麼是鬼啊，你人生了。